贝尔、白雪，你们两个不是都想离开我怪兽王国吗？今天你们就来一场记忆棋的比赛吧，谁赢了我就放他离开这里，谁输了就只能留在这里给我洗脚了。比赛正式开始，贝尔你找这只小猪，白雪你找这只小兔子。好好好，我贝尔公主要先来找，我才不要留在这里给怪兽洗脚呢，怪兽的脚可臭了，我可是高贵的公主，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？我一定要找到小猪，这样我就可以离开怪兽王国了。哈哈，白雪你就留在这里给怪兽洗脚吧。不就是找小猪吗？这还不简单，我猜是这个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怎么找错了？现在该我白雪来找了，我也不想留在这里给怪兽洗脚呀，怪兽的脚实在太臭了，我好想王子哥哥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他了，我一定要找到小兔子，这样我就可以离开怪兽王国去找他了。哎呦呦，白雪你就想得美吧，我贝尔公主这么聪明都没有找到，你也不会找到的，我不能离开，你也别想离开。哼，贝尔你可不要小看我，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找到的，不信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。小兔子，小兔子在哪里呢？我猜在这里。哇，太好了，我找到了。好，我宣布白雪可以离开怪兽王国了，贝尔你就留在这里给我洗脚吧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